现在是开局，对不对？所有的有横线的地方都可以下。本来是空白的，空白很难对齐，你不知道到底是哪一个是哪一个，所以我用横线代表。那因为我不希望它太复杂，所以没有写成网页版，那就写成命令列版，程式会短一点。那而且你可以直接看到盘面，其实这个盘面就是长这样，很简单了。那就我是几乘几啊？就16×16，对，我是16×16，哎 ，OK， 那没有像那个真正的棋盘是放下在格线上的，不是哦，我就直接下在格子里面了，好，开始吧。请问第一步你要下哪？正中间，那就88吧，好不好？16×16。好，我88下去，你看电脑几乎不用时间它就反应了，对不对？它下89。好，换我们了。87。87。好，它立即反应下98。再来。77啊，77 A7 还77，想一想，有啦，人会下赢他的，这个几率没有很高啦，不用想很多。好 ，A7 77都可以，那我就下77好了，不改了。好，电脑下成这样，跟你好像很对称，对不对？再来呢，我们下哪里？97啊，97，我没有看哦，你如果讲错了，我就下错的哦。好，现在电脑下成这样，7A，哎，7A 对吗？哦，7A 没错啊，不然他是怎样讲？哦，对哦，你去挡啊，对 ，C5 嘿 ，C5。好，挡完了之后，电脑79。A6 嘿。6A， 我都没看哦，所以我是 OK， 太棒了，你们击溃电脑了。你们终于为我们人类扳回一城，不然最近那个围棋被打挂了，实在是很麻烦，所以我们人类终于扳回一城了，好吧？好，不过你可以看到它有棋力，对不对？稍微有点那么有一点点棋力，对不对？啊，虽然我们最后还是把它打挂了，但是你会发现，如果你真的乱下的话，它会赢你的，嗯。对吧？啊、哦，如果你不都不思考，随便乱下，他就赢你了。这个程式呢，虽然它看起来已经有点奇力了，它有没有用到 minima maxima？ 没有。它有没有用到 alpha beta？ 当然更没有。alpha beta 是只有你已经有 minima maxima 才会为了要修掉去增强搜寻深度才用。现在它根本就没有搜寻，你知道吗？它只做了一件事。就是写了盘面评估函数之后呢，呼叫两次。第一次是用我自己的角度去算它的分数，这个是做什么？这个是做攻击。OK， 也就是连线，它会尽可能把自己线连得更长。这是第一个算的动作。第二个算的动作，它是做什么？呼叫同一个函数，但是传对手的差进去。哎，它是圈来插，传对手的圈进去 ，OK。那这时候呢，它评估的是什么呢？它评估的是说，我要去挡，因为如果对手的分数最高，比我下这子更攻击的更有力的时候，我就去挡对手 ，OK。那如果我挡了之后得到的分数会更高的话，我应该做挡动作。它只做这两件事情，就有这种棋力。所以五子棋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棋，
就算对电脑来讲，如果你把 minima maxima 加上去，再用一下 alpha beta 的话，我相信我们全部都不是他的对手。你可以50个脑袋联合对战他，很可能都会输。OK， 所以这一个程式就去执行看看吧。哦，就在这里，我把网址贴到社团里面，立刻请各位下载下来执行，好吧？立刻下来执行，嘿耶！嗯，网路好像有点慢。各位应该知道位置在哪吧？我的网路为什么那么慢呢？有了，好。好，那我就直接贴在哪？今天上课有写有建档案吗？3月10号了嘛？今天10号吗？11号。11号。好，建立一个档案。好，网址贴上去哦。2016年3月11号上课内容，第一篇就是我们这个五子棋程式，请你把它下载下来，用 Node.js 去执行它。用 Node， 打 Node， 你如果存叫 chess 的话，那就 Node chess 就可以。照我们刚刚的这个做法，像这样 Node chess， 但是你没打参数的话，它会告诉你你要下参数。它有两种模式。第一种是 P to P， 就是人跟人对下，你可以两个人下下看。那第二种是 P to C， 人跟电脑对下。我刚刚所使用的是 P to C， 人跟电脑对下，所以当我打 Node chess P to C 的时候，就会开始一个空盘面，你就可以开始下了。那像我们刚刚是88嘛，对不对 ？OK， 它就会马上出现反应。那你就跟他下下看，看看你觉得，搞不好有人会下输哦，因为你如果不小心真的会输哦。有时候我真的会下输他。好，我再来下一次啊。88，那如果我98咧 ?98。好，然后97。攻击型的，对不对？居然下错，应该下79、78。好，有时候会看错这个。眼睛要小心一点，然后再下哦，他已经两个了，那我得下一下，哎呦，这什么东东跑出来？我得下一下8 A 啊，有时候会看错，看错导致输的话，那就完蛋了。哇，他已经活三了，69。哦，这一定要挡，不然就输了。B9，不小心打错的话就输了。哦，又活三，奇怪，我怎么下不赢他 ？A7，啊 ，AC，OK， 挡住。接下来我有什么攻击的地方？好，87。然后呢？有没有危险？我没有危险吗？好，那继续攻。好像也攻不了，奇怪，我下不赢他、啊。七七，天哪，我真的不太下得赢他。78吗？78。78，好。接下来应该怎么下？攻击，从4去8点。
尝试切开电路吧。OK， 好啦，随便笑吧，反正让它隐一旁无所谓啊，不会因此人类文明毁灭的啊。那我就下一下六五 A 吧，五 A 嘿，五 A， 五 A 不可能吧？五 A 好，五 A 试试看，真的吗？哦，他挡了，接下来呢？六八，六八。挡了八六，我真的反应很慢呢，你告诉我好了，多少？八六他没挡，他没挡，他试了，他试了。他有个地方试，他这边试了啦，他这边试了，有没有试了？你一定要挡啊，一定要 CD 啊，不然就死定了。又是，那我得 D5， D5 吗？哦，还好，终于挽救回来。好，接下来呢？接下来我有攻击点吗？好像也没什么攻击点，很烂的一盘棋。好啦，那就随便下啦。五九。五九，接下来他下了哪啊？我都搞不清楚。这个界面没有够好，下起来有点累。四九好，四九。哇，他又有机会嘞！七五。七五。九。九四，七 C 七。说真的，我不知道我现在在下什么，我都只是照着你的念的打而已。我已经搞不清楚我下到哪了。七 C 多少？七 C 七 C 嘿，七 C。再来。眼力有问题，因为这个盘面太复杂。还没啦，我看到了呗。还没啦 ，B 那一行啊，拜拜了。拜了吗 ？B 的那一行啊，就是指的是 B 的那一行。B 的那一行。第四颗了。哦 ，B 的那一行四颗。一格一格又一格。好哦。一直空格。一直空格。可是。可是有危险，有危险，但是。这个程式好像没有算断掉的，所以你有可能可以骗过他。七 B， 七 B 吗？七 B， 好，还是危险啊，但是我们有攻击点吗？我们现在好像只能做防守，不能攻击啊。攻击点是六 A。六 A 吗？可以吗？我不知道我在下什么哦。哦，有一个活山，对不对？有一个活山，可是他那边有死士吗？他有死士吗？在哪？他有吗？我在找。他有山，可能也有活山。他有活山吗？有，他有活山。他活山在哪？没有。没有，没有看到活山的。哪里啦？七 B 底下。七 B 底下，七 B， 七 B， 七 B， 七 B。那个是死山，没有啊。这死山啊，这还没活山，所以应该是我们赢，应该是我们赢。我没有活山，可是我找不到他有没有死士。对啊，那我没有死士啊。如果没有死士，我们就赢了。对啊。对，那我们应该可以下这里八 C， 对不对？八 C。耶，终于又挽救了人类的命运哈。好。四八，好，四八。耶，终于又赢了，真不容易。好，好，那。各位再去试试看，怎么感觉打得很累的样子？